小猪呢，就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掌声鼓励！哎，谢谢你！真的，真的，我把所有五月天该来的嘉宾都看完了一遍。啊哈！而且重点，昨天我还故意找宪哥出来聊天。哦哦，宪哥要我托一句话告诉，问你。哦，你衣服用手洗了吗？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你知道洗衣机吗？洗衣机在忙嘛。我觉得阿信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变得很多？哦哦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以前唱快歌的时候，他的鬼脚步，就是这很少出现，现在就是。对不对？他以前那个没有啦，最主要是最近跳不动了。我去 KTV， 我只点五月天的歌。骗人，怎么骗人？为什么？来，我跟大家讲啊，五月天的歌太好用了。如果今天一挂朋友来，有男的有女的，男的一进来一开始是不是跟聊天，跟女生聊天，女生可能就点了排骨饭先吃了，那大家可能在嗨嘛。那嗨的时候呢，有人不嗨的时候该唱什么歌？第一句就相当适合了，全部人对他唱一定 OK。约了你又不来，来了你又不来，拉着看看星星出来玩，一直埋头吃饭。说，五月天什么歌都会弹，来了。你变卦，亲像一个月亮灯火，来的时候一眼白茫茫。不会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老师 OK， 我觉得他 OK， 他可以是他 OK， 他 OK。我听到很多歌迷在唱那个，然后恋爱 ING 那种，台下我跟着唱。哦，对啊，想再来一次吗？再一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惩罚。对，因为他们的 L O V E L O V E L O V E。等一下，我想听一下，你们在刚刚 LOVE 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你们内心觉得破阿伯，破阿伯啦，你唱歌那个 LOVE。谢谢小猪，谢谢。这有升降下去吗？应该不是会有升降下去。预算有限，这个只能往上升。所以我要自己离开这里。还是怪兽背你离开。没关系，那我就默默的就慢慢离开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那个怪兽跟石头把他抬走好了。别，我就慢慢的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我就要离开了。谢谢罗志祥，谢谢五月天，谢谢大家。